们现在在皇后镇，皇后镇真的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，因为这边呢又有好吃的东西，而且玩乐的东西非常多。那来这边大家通常是会去高空弹跳，但是休想，休想。OK， 我今天要呢比较一个 peaceful 的一个行程，我们今天要去搭的是蒸汽船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蒸汽船，让我们带我们去游湖。OK， 我们是一个很和平的行程，大家走吧。听说你刚刚研究好这个船发动力的一个构造，是的，它基本上是燃烧煤炭，而且它在全速的时候要每小时要燃烧一吨。现在为什么每次我讲话那么吵？这边燃烧以后是热胀冷缩，霹雳造成热胀冷缩吗？胀了以后那个空气过来，是直接带动这个是那个镜头要分成高压、中压、低压，都可以转动。那下面就是这个类似桨的东西可以移动，然后它再经过一个冷却器，就会产生就是蒸汽的部分和热部分。那你有懂吗？是不懂。有一只羊正在被剃，你的羊很无奈，都快裸体了，好干哦。是刚剪下来的羊毛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纪念品的概念，你可以就是随意拿走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真的不用想，你毕竟想拿吗？可爱的狗。好好吃饭。玩船，看完羊毛秀，还可以来吃。Oh my god， 这个牛肉。Oh my god， 我要开始吃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来这个游湖的行程，一定要加购这个 BBQ， 好吗？这可能是我来新西兰吃过最好吃的 BBQ。这个脆皮，这个脆皮烤猪肉，这边有烧肉区，我刚带你们看烧肉区，这个脆皮。有点像港式的，可是就是稍微再一点碳味又再多一点，太美味了，记得要来吃。我去找我朋友，我去找一个居住在纽西兰刚认识的一些朋友们。你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他大概长什么样子吗？毛很多啦，有时候很麻烦，毛很多。 Hello。哦，你最近穿笔款哦？天哪，越来越时尚嘞！怎么样？看不爽啊？Hello， 算了，他好像有点不喜欢我，他最近有点不喜欢我，可我太少找他了吧？那你要找下一位吗？好，找下一位。下一位是我亲爱的 Dear。Dear， 办公室呢，写信的时候最喜欢说 Dear 了。就喜欢 Dear 开头，以为你们给我那些信，我就会帮你们吗？ Dear， Hi Dear， 鹿来鹿，好啊，都这样子想着吃啊！天哪，还有什么动物？哦，牛，地狱牛，哦，太大了吧！你看它睫毛吗？它睫毛这么长哎。你看到他吗？他是踢我，他要踢我，我就整个飞掉嘞！哦哦，牛舌，你知道牛舌饼是真的按照比例做的饼干，我现在终于懂了牛舌饼。我要偷摸它。好了，我摸到牛了。嗨，性骚扰，偷摸屁股。杨总，你怎么了？你烫头发啊、哦？我不叫你不要烫吗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那你做这种发型已经过时了好不好？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要去搭缆车。搭缆车到山上，我们如果只是看风景就有点逊掉了。我们要去玩这个溜溜车。但首先大家先看到那个缆车，实在有个高的，天哪！我真的是
我连猫缆都没搭过，我就要挑战这个。我们要去玩这个溜溜车，本人很期待的一个行程。我们现在在晃什么？现在在晃什么？我们现在缆车到山上以后，我们可以俯视整个皇后镇。但是因为我个人很怕，所以我现在不敢看后面。我现在是朝向山的方向，那你们可以自己往后看。那网络上看，我就觉得很赞，就可以你可以选，就是说到底要走比较恐怖的路线，还是比较亲民的路线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再来溜下来给大家看。准备好了吗？太可怕了！先选安全帽。耶、yeah!好了，我现在要去玩溜溜车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我们要先搭一个东西上去，像滑雪场要搭一个缆车上去，觉得有点可怕，后面吊着你的车子。我们现在就来出发，然后我们现在搭了一个这个缆车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晃呢，我才不害怕嘞。给大家看一下 ，OK 的。王后镇，等等我！李丽丽快不行，她刚一直用，她刚把欧索夹在这边，然后拍了整层，我想应该全部都是天空吧。我觉得超好玩的，大家一定要来玩。完全赛车哎、欸，它介于就是有点危险，有一点危险跟不危险的地方。还好，我觉得它还行啊。对，其实它刹车蛮灵的，对对对，而且应该速度不至于那么快，可是还是有一些刺激感，有刺激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同学一定要来玩，要来玩哦！你要不要来玩？要来玩，好。我还是觉得绵羊远远看就好，太近那个美感会消失。终于看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啦，你没戴过安全帽，转过来啦。我不骑车了，你可以帮我拍它。好的，你可不可以有点矜持？它有头吗？有，它爬过来了。有吗？对，它在吃，它你的包包，它知道要吃名牌包。好了啦，这趟旅行很值得了。我才不会说我最喜欢是 BBQ 的部分呢。